申花足球队队员和工作人员。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上海人，上海申花陪伴了我太多时光。能送你们出征客场，开启球队的第一场比赛，我非常的激动和幸运。在此，我代表全体机组人员和申花球迷，祝你们在新的一年里扬帆起航，整装待发，返场下季。不是新推出的那个吉祥物，你觉得设计怎么样？我觉得太棒了，这么一个名字。然后你选什么呀？这么多名字，选我总不能选我自己吧？要不就暴总吧，你们这还可以。你们就叫暴牙熊，暴牙熊，暴牙熊吧，必须暴牙熊啊！嗯，来，长相也不错，走啊。对于我们来说呢，中超联赛开始之前，我们已经打了一场超级杯的比赛。当然，联赛跟超级杯是不一样的，而且联赛的第一场比赛，特别还是一场客场比赛，一切都不好预计。那么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，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。球迷来这么远的地方，又坐车又坐飞机的，对他们说一声感谢吧，全力争取三分。嗯，感谢球迷的这个千里迢迢也会赶过来看我们，支持我们比赛吧。希望我们能够把联赛的开门红送给他们。都会的加油！阿拉再鱼啊，追随你们啊！申花是冠军，希望伊拉保持超八倍的。这个比赛的强度，比赛的节奏，就是讲揭幕战嘛，第一场，希望有只好的开始，三分拿下来。我们所有的申花的球迷都非常对俱乐部很有信心，然后呢，我就觉得，哎，我们要加油，我们就是跟随你们呐、啊，然后就感觉，哎，今年肯定可以打出一个非常好的成绩。对，我觉得不单单是这场球要带三分回去，另外一个呢，我们也是作为一个足球文化的使者，把我们申花球迷的这个足球文化给传播到梅州来，让他们见识到我们上海申花球迷的专业的水准。这里有梦，这里有光荣，这里有你我精神的冲动。Come on.
场上踢得太慢，我们以这种极其慢的这种踢法，你是没有办法利用好对手的空间的。下半场把节奏打起来，每秒传球速度都提起来。现在可以看到上个赛季我们在前面没有一个可以作为基点的前锋，然后现在我觉得路易斯有这样一个角色在前场我们觉得非常满意。好，那表现最佳的那肯定就是今天的 MVP 路易斯。我觉得马来来就可以上了，恭喜一下的。